Hey， 大家好，我陈浩。那今天这一场比赛，我们带是久久不见的菲尼克。那菲尼克呢，这只角色在现在的版本来讲并不常见哦。但是由于对我就是想玩菲尼克，怎么样咬我啊？好啦，那这边的话，我是跟我女朋友做一个双排，那她是玩提米哦。那提米呢，对于整体团战来讲呢，很有控制效果，然后也让队友呢很有续航力。是一个相当可爱又聪明的一个角色，我说这个游戏玩家。好，我本来是想要做一个吃蓝反红的动作，那我们这就慢慢靠过来，那我们队友呢好像也意识到，就是慢慢靠过来，那你看下路凯撒路也直接杀上来，那我们当然二话不说就直接来吃这一个红 buff， 那对方神女超也赶到，我一个制裁、来不及抓掉，不过好像最后红还是在我手上，那最后呢也是成功的再带掉，这边设备是靠过来，我是在往旁边拉，那这边还有一个夜叉，他直接把我拉回来啊。不过我们的队友呢开了一个治愈给我。那这边还有一个这个闪电啊，闪电图伦。那我们有红 buff， 当然是让他这个生不如死啊，这个让他痛改前非，让他不敢再这么凶残的想要去啊帮队友守住这 buff。下次呢看到陈浩过来，我们就双手啊献上最诚挚的祝福。那让我呢把这个 buff 拿走，大家 peace 开局，我一个三 buff 开局，你呢至少我还帮你留了一个 buff 啊，基本上我们这样也是不赚不亏啦。那你呢就是很开心的就继续的玩这游戏，那不过被对方三 buff 开局而已，也没什么好那个惊讶的。那因为呢毕竟你就算如果要守的话，也是会直接嗝屁的。我到底哪来的这个自信呢？讲出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一段话。那在这版本打野刀伤害减少的情况下，到底还值不值得开用这个打野刀？其实我是觉得还可以哦，因为你花750，然后你可以得到一个 35% 的一个攻速，然后吸血呢也有 10%， 我是觉得整体而言是还不错的。那可以看到在古龙那边队友古龙的 buff 已经掉，所以我这边来吃这个魔龙化是有点危险。那一个寒冰制裁带掉之后，我们就直接来清一下这个小灵鸟。那我们有一个双射手阵容在啊，所以推塔什么来讲的话应该会是相当的强势，但是就是要小心对方的角色做一个后排的切割哦。比如说瑟斐斯呢，他就是一个后排切割者，非常非常强的一个角色。那我们呢就尽量的走边边草草，不要让他抓到我们的位置，如果走太明显的话很容易就会被抓到。那所以呢我们就是尽量走一个不被抓到的一个位置，因为对方的角色如果杀过来的话啊，我们就可能很危险。好，那这边的话我们就像一个这个菲尼克连连看一样啊，我们就直接看到什么吃什么。 Hey boy， 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。这首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，是林宥嘉的一首，对，看见什么吃什么。那这边看到瑟斐斯，赶快丢一个大招把对方逼退，我只是想拿你一只野怪，不要激动，莫慌莫急莫害怕。好，这边的话还可以再拿一只野怪啊，那当然是没问题的。那 OK， 感谢你们这一次的款款相待，很开心的我们拿到了一些伴手礼。那最后呢我们受邀在参加这个杜根计划，所以我想说要来帮他们杜根一下这一座防御塔，就发现他们队友呢一一杀过来，我赶快做一个穿墙绕跑，跑到这一端之后呢，稍微再躲到队友后面，没什么事的情况下，我们就来吃野怪啊，吃红，吃红的同时，我们等一下在下一个会战来讲会比较好受。那我们提米也是很识相的过来保护我。那这边可以看到对方中路一只，那野区应该也是一只啊。他们辅助呢目前是没看到，不过看到了一只勇，我下一把剑呢攻击武器想要直接把波阵出出来，增加自己的杀伤力。那我觉得特尔纳斯的这个造型算是真的是蛮美的，我觉得是可以用美这个字来形容。那你说我会不会买？其实我不太会买，因为我对特尔纳斯没什么欲望。但是如果勇的话，像之后不是有一个悟空合金的造型吗？我就觉得看了真的心痒痒，但是如果说真的一个要6000块，我是觉得好像有点太拼了。那这一波呢，对方就会直接接手这一个魔龙，因为我们法师已经去别的地方做一个 take a break。那当然魔龙呢，我们只能拱手让人，我也不想要硬拆哦，不想让我们队友陷入水深火热当中。那当然我们就直接来做一波反野，因为对方是吃掉我们的魔龙嘛，那我们当然就是做一个镜像反野，做一个等价交换。那这边有一个对方的夜叉，我是觉得应该是可以收头，成功的带掉对方夜叉之后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没开大招，可是他带刀开完了，或他大招没有用，或是还来不及想说，
对，想说可以杀一波，然后就死掉了。因为罗的及时赶到，及时支援，及时治疗，那我也是非常非常及时的来拆一下这座防御塔。那在拆掉之前呢，我们先吃一下对方的补包。可以看到在下路呢有三只哦，对方可能一直对我的红是跃跃欲试，垂涎欲滴啊。那我们就直接往上路这边靠过来，那是看到一只夜叉啊、哦，经济还没来到非常非常高之前，我们尽量不要跟夜叉做单打独斗，因为他直接困住你五秒内的伤害是可以很爆表的、哦。就算你伤害到他，他也可以开个免伤哦，这样的话其实是更难受的。好，我们继续来执行这个菲尼克，你连看啊，看到什么吃什么。这边野怪全部都是我的，好不好？都是我的，是我的，美丽的。真的是到底有多爱唱歌，就有多爱唱歌啊！那这边的话，我们就拿一下这个红 buff。那出了破阵之后，我的跑速会稍微再增加一点，而且呢，我的伤害呢会更高。那我们现在要注意的就是走位，毕竟我们是一个双射手阵容。而且我的二技能不像几，可以不停的去滚动，不停的翻滚，做一个地狱滚动。那这边看到神影超人靠过来，我当然是先拉掉，然后之后再丢个大招，往对方的要逃走的方向去做一个输出。那这边看到对方的勇啊，我是不想要再上啊，我想要先拉掉。那在下路这边的话，对方因为由于对方勇的。这个状况并不是很好，他可能必须去看医生之类的，所以我们就在上面把兵线给整理掉之后，强行的做一波推塔。那毕竟推塔的话呢，对大家来讲都比较帮助，但是想是这样想，行有余而力不足啊，这个力不从心啊，所以我们就又只能退，因为我的血量实在是掉得太低。好，那下一把呢，我们要掏出什么呢？我们当然是直接就来掏个龙骨剑吧。增加菲尼克的吸血能力以及攻速、哦、那可以让我的被动呢快速的叠出来。那我觉得王者对于菲尼克是非常非常友善的，因为他的这个他们吃魔龙是吧？那吃魔龙当然我们就来吃这个古龙是没问题的，不是古龙，凯撒。那我们已经抓到对方的位置哦。我跟你讲，如果对方玩菲尼克、啊，你们大家一定要很小心啊、因为对菲尼克可以在很前面的时候就直接去吃掉凯撒。那这一套装的话应该是。应该是可以单吃凯撒没问题啊。如果你有带个吸血的沙弹的话，那吃凯撒是绝对没问题的。靠着血量的回复呢，你就可以有效的去快速击杀掉凯撒。那当然，如果你没有带沙弹之风的话，你可以用其他装备去做一个代替啊。但有沙弹之风，攻速虽然会比较慢，但攻击比较快，而且吸血 20%， 看起来是相当有感的。那我这边就跟着我们的战捏往上，这边一个二技能预判一下对方射匪师的跳跃位置，那当然很轻松的就可以收掉。这边再预判一下对方神力女超人的一个位置，但是他开了加速，他可以走吗？最终还是走不掉。那我们都来到上塔，这个走过路过千万不要拆过啊，不是，千万不要没拆过，好不好？我们当然直接做一个都根啊，接受了这个市政府市长的一个。对，一个建议，我们就来进行一个都根哦。上塔已经拆了一个蹦下卡拉卡，已经语无伦次，拆到一个完全不知道什么东西的东西哦，可能会像游民会去居住的地方啊。哼，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神？那这边设备师又想跳，我原本是想要预判走了，就他是不是很聪明的预判的说，我会往那边移动。如果真的是的话，我真的觉得这设备师很强大，因为他一次就学乖了，他原本要跳舞，然后我。作为一个位移没办法跳到，但他这次却往我更前面跳，所以我觉得他是有在学习有在成长。果然人的脑袋呢是可以创造出无限的东西哦，成就非凡啊，好不好？大家都不要怀疑自己，相信自己就对了，自己的成就呢由自己做决定了，对不对？这个玩这个游戏也可以领悟出这么样的一个道理。好，这边的话我们把下台给拆一拆哦。那由于我们有特兰纳斯，所以当然拆一些东西或吃一些东西也是非常快速的。大家看一下我的经济哦，几乎是对面的两倍了。这就是菲尼克该玩出的强势的一个感觉，一个 feel 啊，你知道吗？这个 flow 是相当相当的不错，持续农业，持续发育，然后呢，可以适时的去反对方野，让对方想一下，对，如果你我都各有，你看试想啊，大家都把野区的经济呢平分成二分之一，你一半，他一半，对不对？当你呢在吃掉他一半的一半的时候呢，是不是你就拥有四分之三的一个经济？那对方只有四分之一，这时候的差距是什么？是三倍啊，兄弟，是三倍差距啊！原本是1:1，突然就变成了1:3，那这样的经济差距呢，很快就会体现在你的装备，
然后还有你的攻击力上面。那最后呢，当然就是体现在你的星星上面喽。星星知我心，星星向荣，星星长。好，那这边我有红 buff， 所以这个可能夜叉直接就是做一个秒杀的一个动作。这边看到神女穿的位置，我们稍微往后拉，还有看到一个设备师。OK， 我们这个走位是躲掉了他的一个大招。我们先开启了我的大招，那持续的吸血，把血量都给吸上来。最后这一波呢是打了一个 ace， 不过这点血量如果对方勇士射到我的话，我大概就直接倒在那边了，可能就要回苏州去卖茶碗针了。好，那我这点血量呢不还是可以打的，因为对方的勇呢是会去守下塔，那最后他们发现他们其实也守不住这一波的凶猛的进攻，所以最后选择投降啦，那这也是一个明智之举啦，好不好？那希望呢大家呢就是好好的去善用菲尼克的优势啊，就是不断的去扩增你的经济，那到时候你的经济就会是对方的，你看将近两倍哦，真的是两倍啊。好啦，以上影片就到此结束，那就先这样咯， 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